没出血，这稍微有点红而已。家里有药吗？不用了，缓缓就好。啊，好痛！我妈说这样能缓解疼痛。我妈也说过。 那我再帮你吹吹缓一缓。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 你说的这个情节，怎么那么像我一本小说里的呀？什么情节？男主为了让女主吃醋，跟女性朋友去游泳，故意让女主看到。为什么要去游泳？我当时应该是这么构思的：这第一，游泳游起来很帅，特别能展现男主的荷尔蒙。 第二吧，游泳馆里跟异性在一起，很容易产生那种暧昧的感觉，最能激发女主的醋意。那后来是怎么发展的？后来女主被刺激到了，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很喜欢男主的。 于是，勇猛地亲了上去。在游泳馆，果然我不喜欢看这类小说是有原因的。你说的方案可真的太不靠谱了，叶石兰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拿跟乔瑜的关系做文章，可是你自己起的头。但你建议加大力度啊，非说要搞什么泳池刺激，结果他吃醋跑了。这刺激的明明就是我。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 说什么？关于我说的，我今天没有开玩笑。没有开玩笑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我认输了，我喜欢你，是我在追求你。 早就知道了，难怪今天这么从容啊！你不追乔瑜了？我明明想说的就是你，是你非得说到乔瑜那儿去了，好不好？那一起去游泳也是我让你去的，可不就是我太幼稚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向你道歉。不用道歉。 我又没说要当女朋友。是，你是很难追的，但我会继续努力的。陆朝夕，我的话说完了。 想好了，这世上本来就有很多不确定的事，但是当好事来的时候，就要抓住。这一次，我也要得意忘形。
这就得意忘形了。哎呀，怎么出血了？